如果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台湾的人看台湾电视节目里面鬼出现的密度之高，会觉得我们应该是随时都遇到鬼才对。有鬼？你超怕的。你如果没遇过鬼，你干嘛那么怕鬼啊？我有遇过，可是我的鬼故事说起来就也不就是电视机自己亮起来这种烂故事、啊，或者是说睡到一半不能动弹这一类的，那就是你太累了。可是我们就会把它解读为是被鬼压、啊，你也知道台湾人就很喜欢扯这些。对，然后你看有一些台他们的那个每天播节目，然后有五个来宾，每个来宾都讲一个他遇到鬼的故事，然后每天有五个鬼的话，算一下一个月有150个鬼，就是这简直是不够用。台湾处处是鬼。不要乱讲。好，我们今天有内地来的贵宾，我们欢迎这两位名演员，海清小姐。有鹿版林志玲之称的海清得奖无数，这部作品中极具个性儿媳妇的形象，让观众们印象深刻。这两位当中，我花了很长时间看他的剧集的是海清演的《蜗居》，然后呢，他那个戏很轰动，他在里面演一个死命的要买房子，结果就是存不够钱，然后把先生逼到累得半死啊，很任性，可是又。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你是现在是变成他的影迷了吗？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影迷啊，然后他演得很好，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机灵、很温婉的样子，可是他在戏里面就是很泼辣，然后非常的疯狂。好，另外一位黄海波老师呢，他是演的是《新上海滩》里面的丁力吗？是。内地知名演员黄海波在《新上海滩》剧中演活了丁力这个角色，精湛的演技声势如日中天。那他在大陆被选为说是女生最想嫁的男人，这一点我不懂。想了解什么？就是说你隐藏了什么优点，是我们一时看不出来的吗？真正的男人就是嘴巴要甜，对吧？是。比如说我，你夸奖我。我就是这么想的。其实我到台湾来，就所有的来中天中视所有做的节目，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我只需要在你身边就站20秒，20、19、18，不用真的太紧了就可以了，就满足，真的就这么一个心愿。哎呦，你这个嘴呀、啊，你要是家伙。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我舍得花钱。我的钱，我赚钱，我全都给你。问题是你赚的钱有够多吗？当然。因为如果你钱也不多，我拿了也没劲儿啊。他现在赚的比较多，所以应该应付得了你。很出名的演员。是，所以这两位呢，今天要稍微开一点眼界，就是看一下台湾有多少鬼，因为我们请了几个来宾来跟我们讲鬼故事哈。那首先介绍一下，典型的女鬼长的样子是。像陈汉典是不是？我想你们应该看不到我，我是欢欢。我们希望整集都看不到你。就这样，就拿起来了，再结束，就结束了，再。哎，所以请问一下，你们来台湾停止啦！天哪！请问一下，你们来台湾几天了？我们是6号过来的。他们有一出戏要在中天跟中视播，是《媳妇的美好时代》。那当然讲的就是婆媳之间的事情，这一点呢，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女生都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先欢迎来宾，好，你们好，欢迎。那个已经是媳妇的举手好吗？啊，没。欢欢曾经是媳妇，现在已经恢复单身了。那恨婆婆的请举手。谁敢举啊？你干嘛举一半啊？我没有，我是脸痒。哪有婆婆爱跟什么一样呢？所以如果有戏是要讲婆媳相处之道的话，你会看吗？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以为我本来最爱的是妈妈，后来发现原来我对婆婆的爱可以超越妈妈的。谁是你？太假了，没有，太无耻了。真是好好，我想到我都好想哭，我真的是好爱我婆婆，我真的。还要请。蔡依智有跟婆婆顶嘴，你记不记得他们有吗？顶嘴，他们有研究过那他们要怎么照顾现在他们这个 baby， 然后那时候婆婆跟她意见就不一样，对，包括要把小孩放在什么神龛前面给祖宗烧吗？收起，就是让祖宗认识一下这个娃娃，然后就要照顾他，他也不太同意这些做法。对啊，可是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其实就是把婆婆当自己的妈妈，但是永远不要想说你是她的女儿。
用这样的态度就会。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跟婆婆相处的时候，你就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子爱她，但是你永远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她的女儿。你就直说吧。其实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女儿是亲人，儿子是路人，媳妇是仇人，女婿是佣人。所以媳妇永远是没有他的意思。等一下，你们戏里头有这么惨吗？精品，媳妇我根本就是个佣人，是吧？媳妇的美好时代，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呢，他们两位会有精彩的表演，欢迎两位，请坐，谢谢。好，今天讲鬼故事的来宾呢，当中我们选的这几位女生呢，她们都比较大拉拉一点，然后男生为什么都选了这么阴柔的？我很阳光。眼角的泪怎么了？拉菲这个头发这种表情怎么了？这已经是变黑了吗？好像有哎，是刚从内地拍戏回来吗？对，然后变黑了。然后我昨天才刚从日本回来8天，就是你也知道日本就是一直网络上看到你的古装照片有贴胡子耶。对对对对对，你在演老人吗？我在演秦朝的将军。将军。我先请问五位，这不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平常别人问你们说。你们真的遇过鬼吗？会很坦率就举手的，现在举手好吗？可是我不确定我遇到有三个确定是遇过鬼，然后蔡玉就不确定，对不对？其实不是不确定，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让人家知道你会比较敏感，我觉得人缘就会不好。为什么？像我每次早上出去，就是假设我觉得现场气氛不太对，我通常不太会说，或是入住饭店，我觉得怪怪，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老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旁边老是有个人说，我觉得好恐怖。或者我觉得这样，我会觉得那个人神经兮兮的。不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其实我们只是存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而已哦。讲得很好。所以换一个空间发生的嘛，对，不同的空间，所以我们要用健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其实这样会反而不会让自己太害怕。谢谢。每次有欢欢在节目都是有两个现场，是吗？对。他现在为第三个空间发声，我已经休息得到了。住进旅馆的时候有觉得怪怪的吗？没有，我觉得睡得很踏实。可是你们进台湾的，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遇到了，就是什么叫做橘色的鬼，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貌。难怪你会受欢迎，老师，你就受欢迎的原因我知道。黄老师，您说康永哥是吗？康永哥真是魔鬼的身材，天使。但是我说的真的是特别真诚，真的。是在讲我吗？真的，他结婚了耶！他有小孩八个哎！你到底想？我就觉得，就是太棒了。S， 我觉得你得罪不起，因为他如果是内地，很多女生想要嫁男生，然后他在这里一心跟你示爱的话，你会被骂得很惨。不是错了，正是因为他结婚了有孩子了，我才敢讲。那请问在内地流行被鬼压吗？你说仅次于去唱 KTV 之类，很流行被鬼压。因为在台湾，只要你睡觉睡到一半不能动，我们就是会把它俗称是被鬼压。你们会想问为什么呢？那不然你睡的时候不能动，你要叫什么？就是我们叫鬼上身。那不是一样吗？鬼上身被鬼压，就是也是被鬼压住不能动的意思。就动不了了。那要赶快念佛号吗？念啊念啊。你们五位曾经经历过被鬼压，举手哈。有很长，然后被鬼压的时候，你们的习惯动作就是念佛号吗？阿弥陀佛，脏话，脏话，台语吗？对，什么都骂。看在哪里被压。那你们鬼上身可以骂脏话吗？骂。你们平常也可以骂，心里骂。然后骂的是就是很正统的那句脏话，就是怎么过瘾怎么骂。所以你的路线是哪一种？我的路线是狂野的那一种。好想听，我可以听，我们会帮你消音。你大爷的，这是谁压着我？好有礼貌，好有礼貌，这就是个大爷。哎，这不用消音吧？你大爷的不用消音。然后还说是我阿秋老爷。两人聊起来吧，其实真的是脏话。对，在但是现在反而变成一句很亲切的话。对，比如说两个哥们走在一起，非常高兴，你大爷的，就成为一个很奇怪。台湾也有，台湾好朋友碰面说，今天吃了没这样。对。我懂他的意
意思啊？你刚才讲的时候有没有很难过？很难过啊，还是20年长一次。好，五位呢，他们说不确定有遇过鬼的是高逸琳，刚刚没有举手，对不对？有，刚有举手。你有举，所以是安君灿。对，你不会跟人家直接讲说我遇过鬼，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鬼啊，或者是我自己心里的作用。因为可能是你醉了，真的。没有没有没有，那小时候哎，国小怎么可能喝酒？Okay. 我大概是国一、国二、国中一年级、二年级开始，所以他们等一下呢，要去他们的特定位置讲鬼故事，讲得烂可以把他们轰下来吗？可以，因为鬼故事你知道一烂就觉得好像是从网络上面抓下来的，这很重要。好，我们从最烂的开始哈，你觉得这五个人当中谁倾向是最烂的讲鬼故事？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一两则故事，我觉得陈毅的 amazing， 烂，陈毅的是梦境，那不是鬼故事哎。我那个是他现在也在修法，所以他可能喜欢讲一些灵修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有分很多集的。然后那梦境是我梦到我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有没有解梦大师？你讲的梦境，但我有很多不同类型。你在修法？好，我没有修法，没有修法。女鬼，麻烦把飞镖交给陈毅，好不好？好，好，可以了。好，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拍摄了。来，好，开始哦。这里啊，这里。绿色灯光，你 OK？ 好，你 OK？ 你的肤色还蛮好的，现场蛮帅。是这个吗？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3年前左右。OK。然后那时候你用这个姿势是想要秀你手臂的肌肉吗？对。你让他秀一下手臂肌肉会死。那时候我在国外做宣传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去宣传，他们赞助商都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大房间。嗯，然后每次去都很舒服嘛。一个人一间吗？对。但是唯独那一次，我打开门之后发现。哎，这个房间好像有点太大 ，OK， 大到有点不舒服，进去就开始起鸡皮疙瘩。然后当天我想说，那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就去工作。工作完之后回来也差不多快凌晨了，打开房门还是一样那种感觉，而且越来越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啊，算明天一早就离开，我赶快休息，洗完澡就睡。哎，睡，正当我快睡着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不能动。然后就感觉到我的手这边有人在摸的感觉。就开始从我的左手，那摸，从我的左手一直摸到右手。是沈建宏吗？不是，那时候还是只 AK 啦，那时候还是个人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能动了嘛。还有，就想起来说，之前有老一辈告诉我说，如果被鬼压床的话，你的身体有个部位可以动，就是等脚趾头那边。他就想说动动看，我就一直动，就开始抽烟跟吃槟榔。想讲的下一步就是抽烟吃槟榔。然后我就开始可以动，然后我就用力全力的往我的右脚那边往前顶这样子。OK， 就一顶之后，哎，我眼睛就张开了，我可以看到东西了，但是我看到我自己躺在下面。啊？什么意思？我的视线瞬间从本来是这样子看，变成鸟看式的。你的视线飘到空中去往下看，我看到我自己躺在那边，然后在颤抖那样子，然后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看到我自己？那你本人帅吗？我确实帅，在空中观察自己的外形怎么样？有点垮。后来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我看我的床的四周跟我的房间，因为里面满满的。全都是被火烧烂的尸体。你说从空中往下看的时候看到别的尸体啊？对，全部都是尸体，然后有老人有小孩，然后不断的哭喊，不断的尖叫，是为了要赢下猛药哎。对呀。然后这是网络上面，就甚至那个小孩跟婆婆好像在看戏一样，就这样爬到我的床上。是哪一部电影啊？真的就我真的自己看到，你真的看到这个，真的看到。后来怎么收场？后来就是我一直求他们，求他们，一直求了好几个小时，真是快天亮了，我才慢慢的回到。请问你在求他们的时候，那些人有回往天上看你吗？没有，就全部一直盯着我的下面的身体。所以他们不知道你浮在空中。知道。你在空中待了几小时？对，后来我又回台湾，有去问一些师傅啊，关于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梦境。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当时有没有收到一些礼物啊，或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被人家拿走？”礼物？对，还有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有收到一个，对，粉不知道是粉丝还是谁送的，就一个很漂亮、很大的盒子。还有我就把它打开，哎，里面有很多层，我就一直撕，到最后里面是个透明的塑胶袋。我把手伸进去摸，就摸到一块很像土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觉得很恶心，我就把它丢掉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可能就是一个骨，说不定里面有藏钻石呢。对，我去挖了。
对啊，后来只是一包烂土，对，一包烂土。然后他说那个就是蛊的一个媒介，被人家吓死。吓蛊？所以你是说有不是粉丝，是有人要陷害你？对对对，是沈建宏吗？没有。师傅这样讲完后就结束了。然后我说那为什么我会浮起来看到自己？对，因为他说你没有看到你的后面吗？我说没有，我只看下面。他说因为你被一个女生拉起来。那拉你起来的人是神吗？谁呀？不知道。他说就是一个灵体。哎，粉丝寄土来这件事情好古怪哦。对，我一直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就不敢去追究那样。好，陈毅讲完了，谢谢你。来一个。饭店选房很重要，小心半夜鬼敲门。记得我第一次出班，我就是去柬埔寨。我的房号呢，504，在晚上12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厕所被人家敲门，是厕所门哦，不是房间外面的门哦，或者是说大概一两电话。如果我在厕所上厕所，有人敲厕所门，这太可怕。你又说是谁呀？是不是？能问谁？我也没有什么走廊要住第一间或最后一间这些机会。我走廊不住第一间。等一下会有人告诉你第二间的鬼故事。两位大演员等一下会给你们打分数，所以如果讲太烂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们很烂的分数。海清刚刚那个还好吗？哎，已经挺吓到我了。你这样已经吓到你？对。可是你相信他的真实度吗？我还比较相信。哪一部分吓到你？就是他说有好多人在往他床上爬。可是你不觉得很像是他捏造的吗？没有，那时候其实很无助，你看着他们要慢慢的靠近，你在盯着你，但是你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他们穿什么服装？就是烧烂的衣服，全都焦黑的。青少年偶像走这个路线适合吗？你也知道，就是在演唱会当中翻完跟斗以后就可以起飞了。不用框掉公司了，也很方便。前一阵才发生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我差点就是离开了。啊！你说你死掉？对对对，因为我是整个被附身。那时候也是表演结束，然后在哪里？在饭店里面。那时候我跟我的团员，乐团的团员还有 dancer， 我们全部住同一层。然后我们那一间有七个男生，一间住了七个。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订不到房间，太挤了。睡到一半，我就突然张开眼睛，然后就看到我旁边的经纪人，我就跟他起争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就是想要杀人，我想要揍他。我甚至把饭店里面的想杀经纪人很正常啊，把饭店里面电风扇跟电视都砸了，是宿醉吗？不是，我就突然这样，然后这时候我们房间有七个男生嘛，在学英国的摇滚乐团助旅团的时候做的，对，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生，他是我们乐团的贝斯手，他突然开始疯狂的大叫，就说跟我离开陈毅的身体，你不准靠近他，是我兄弟，你离开他。集体吸毒是不是？不是。后来我们就赶快看他怎么了，然后我就突然醒了，我们全部人就去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好不舒服，他好不舒服，像有东西在他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压着他，然后后来发现他不断的要咬自己的舌头，他们就把手指头整个放到嘴巴里面，然后我就很火，我说你有种再回到我身体里面，不要碰我的朋友。七个团员中间只要有谁说你不要再惹他了，然后那个鬼就会去找那个说话的人，是不是？然后后来我一讲完这句话回到我身上了，然后但是回来之后更严重，我们两个很忙哎，就是七个人呢。对，然后同时我们两个开始在颤抖那样子。那一段我是有一些有记忆，有一些没有记忆。然后我有记忆的片段就是看他们全部人压着我，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挣脱，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身体。然后到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说，你要告诉我们这么多你乐团内部的细节吗？对，就是有一点闲事。哎呦，就是他说我撞得像绿巨人一样，我一个人打五个那样子。一个打我，就每个人抓住我都抓不住我，然后硬把我压在床上，好不容易，然后也是我要咬舌头。所以是一个整个团员都迷恋陈毅的故事。对，总之最后他们就说，他说很有可能是个可能是个日本的游客，然后去那边，后来因为吸了什么毒品，因为碰触了毒品而不小心往生了，所以他很多的怨念在那边。然后刚好我们又是一群年轻人，磁场很相近，他借由我们抒发他的情绪那样子。好，高一零，来下飞镖。手电筒在这里，你还蛮适合手电筒的耶。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做外景主持人嘛，所以我们常会去一些比较奇怪的国家。那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去那种贫穷的，或是东南亚那种第三世界国家之类。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出班，我就是去柬埔寨。那我们那时候去参观一个战争博物馆，它叫做 K21，它原本是一所中学。
那他们就是赤棉，他们非常的残忍，他把所有的那种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政治人物全部通通都抓来到那个学校之后呢，八个大人哦，站在一平的格子里面。所以它里面除了说哦，告诉我们当初他们是怎么样被关的，怎么样被囚打的，然后还有是他们当初那些犯人，就是那些政治犯所被切下头颅来的那些遗迹头颅，全部通通放在一个教室里面。那其中让我印象超级深刻的是，我进去一间教室里，正中央有放一张弹簧床，生锈的，就是完全是铁丝而已。然后地上是那种黑色的那种，不知道。像是污渍一样满地，然后看到那照片说，哦，那个床上有绑了一个假人。我说，哦，那个假人是他们当初这样子，是不是？你就是模拟他的状况拍出来给我们看的，对？他说不是，那个是他们当初的国务大臣之一，被活活的绑在床上，就这样子，两手两脚这样子绑着，然后鞭打到死。然后那个照片上面的他已经是死亡一个月了，就是整个身体发胀啊、腐臭啊、干嘛。然后我们就说，哦，可是你知道，就当他讲完那个照片，我们说，哦，那可以走了吧？他就说，哎，你不要走。我说干嘛？他说，你看看那个地上，你一定觉得这房间很脏哦。我说好像啊，为什么不洗干净？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地上那些啊，不是脏污，那都是在这床上死的人滴下的血渗进去。你说血积累积成的，真的很离谱。其实不是鬼故事，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很，没有，这只是一个开端。哎呦，这只是开端而已。你懂错地方了，这是开端而已。大概一年之后，我们去上海拍。那上海我们就去了它周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小镇，叫做周庄。周庄，对，周庄非常非常的有名，还有一座古城。那因为我们前天晚上拍百乐门，拍到半夜大概2点多，第二天早上6点就赶路出门了，所以第二天的下午到饭店的时候已经是5、6点的时间。你知道冬天嘛，5、6点都已经天黑了。我就想要进房间去休息。我住在5楼，所以你知道依照中国人习惯就是1、2、3、5，对不对？没有四嘛，跳过四，对。可是正常要用西方的算法的话，我那个就是四。我的房号呢504，但是我很介意的是，我坐电梯上去的时候门一打开，哦，我真的不晓得我要不要走出去。它的地毯就是那个殡葬蓝的颜色，然后一出去，你说蓝色啊？对，地毯是那个蓝色，是那种殡葬蓝的蓝色，然后是旧的感觉吗？是旧，然后脏又潮，然后灯光又是白光，你知道那种蓝色的地毯再加白光，真的超不舒服。很早，我大概8点多我就睡觉了。可是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大概是1、2度、2、3度这样的温度，所以我们都会开暖气。可是我鼻子不好，只要开暖气过度干燥，我鼻子就会鼻塞过敏。然后就哦，半夜的起来擤鼻涕啊、咳嗽啊、喝水啊、干嘛的。可是呢，奇怪的是从12点以后，因为我电视一直开着，而且我有设定时间，就是把它的那个时间显示在荧幕上。我起来很明显看到它就是刚过12点，大概12:08什么之类的就对了。再倒下去睡觉，哦，连续被压了2次。可是我都会告诉自己说，没有什么被压不被压，就是你太累了，身体就是疲劳了。可是最后一次，我意识还超清醒的，我就整个身体就是僵住的，是那种很不舒服，被人家好像从肚子要往下压、往下压、往下压，然后压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不会吧，还没睡着哎，还没睡着，我很清楚我还没睡着，但是我要证明我自己没睡着，所以我做了一个动作，我并不知道脚趾头可以动，所以我就这样子。把我的眼皮给掰开来，我掰开来，而且我真的看到我的床单了，我就突然听到隔壁有人打呼。哎，我那房间很妙，我房间是完全没有窗户的，而且一进去正前方那一堵墙后面就是电梯的机房，旁边当然就是紧接别人房间嘛。你听到别人打呼，觉得很自然呐，就只是觉得哦，这个人打呼也太大声了吧。然后旁边就是有茶几跟2张椅子摆着。我的椅子左边那张椅子正后方，是他啦，对不起，我的正后椅子正后方就有一个这么样的人形，不是，是黑的哦，是一个人形，是黑的哦，椅子那种。组员有6个人，再加上领队是7个人，每一个人通通都遇到那个影子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差不多是在晚上12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
就有各种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正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呢，厕所被人家敲门，是厕所门哦，不是房间外面的门哦，或者是说大概一两点睡得正熟的时候，这个我会怕。如果我在厕所上厕所，有人敲厕所门，这太可怕了。不是，如果说谁呀、啊？是不是？你不能问谁呀、啊？敲房门还好一点，敲厕所门，这条他进你房间。对呀、啊。可是我觉得这些都还好，最经典的是我们的导演，我导演就睡在我的正楼下，所以是304号房。一样是边间，他说他大概是在三点多的时候，他被压了好几次，他真的是火大了，前面脏话骂片，到最后他觉得他不想要再骂，他就很，他就说，你有种出来啊，你有种出来，你跟我讲啊，你这样子把我吵醒什么意思？我明天要工作，你很烦的你，就这样大骂哦，很气很气，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传到耳朵里面，就说，我今年75岁，小伙子。我今年75岁，小伙子。对，所以他有现身吗？他没有现身，他现身一个声音在那边，他就说你压到我的床了。对啊，然后我们就是。所以这一切跟你在柬埔寨遭遇有关系吗？后来，因为我就是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很害怕，我就跑去找朋友介绍说有什么大师可以去改贼啊，就是帮你改运啊什么之类，或是驱魔啊。机身呢就跟我讲说。其实啊，我是农历正月出生的，还有农历正月出生的人比较有这样子的体质。还有，凡是你以后去其他的地方，然后遇到你背脊开始发凉，那个地方你就不要靠近，你就赶快离开，或者赶快出去晒太阳就好。高一林，你刚才听陈毅讲那个浮到空中的，你也相信吗？其实我没有经历过，我也不想要经历，但我没有很相信。你要回座位，我们要听老师的意见。好好好，谢谢你，高一。谢谢。安全伞遇到鬼遮眼，却遭到主持人吐槽。然后我就自己去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慢，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因为又想尿尿，但又很害怕。然后我就走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电视里面好像有人在笑。回到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然后就叫我爸妈把我带回家，然后就带我去庙里面。他就是说，有一个女鬼，他就是遮住我的双眼。那跟你的头发烫坏有关系？因为那个就一直都是会砸，最后一直砸下去。比较喜欢哪一个？啊，刚刚那个。我那个没全部听完，我觉得太害怕人了。所以其实是高以琳那个比较可怕。对对，我怕听完以后会有心理暗示，等你自己我们会出外景，然后到房间里面我就受不了了。所以你们也没有什么走廊要住第一间或最后一间这些忌讳。我走廊不住第一间。也是不住第一间？我也害怕。所以你也是听传说的关系？我自己有碰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哦，等一下会有人告诉你第二间的鬼故事。大厅睡在大厅，安金伞不用。要聊烫发失败的经验吗？应该我们会落泪吧。来喽，好，幽暗的半亮灯光。这在哪里啊？这里。好。Gay bar 一夜情。我之前待的夜店不是 gay bar。这个头发大概是我上个月。谁要聊你头发？这是还能把我烫的。好，就是我那个，在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有一次。等一下，为什么要听国小生的鬼故事？因为是真的，后来就因为这一大串很大串的故事，就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外婆家在彰化，然后我大阿姨家也在彰化，他们就买了一个新房子，然后但是那个新房子大概就是30-40年的那种老房子，然后他们里面有重新稍微装潢过，是，然后那一排大概有8间那种独栋的别墅，但是就是里面只有3户有住人，就是他跟他的隔壁还有最边边的那一间3户有住人，其他都没有人住，而且荒废很久，就看起来很旧很旧。然后那时候我一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麻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但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就是我有两个表哥。一个表哥住在2楼，一个表哥住在3楼，然后我大阿姨住在4楼。然后当天晚上呢，我就在我小表哥2楼的房间，就是打电动。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打电动打。因为你要暗示是跟表哥之间的关系。才国小是没有的。然后就是有时候是会莫名爱上表哥的，我知道。好，然后就是我们在打电动，然后。
打打打，我就觉得哦，好想尿尿，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小朋友，你就是会觉得尿尿一定要有，就是有本比你对，然后你就说，哎、欸、哥，你陪我去尿尿，他就说不要，他叫表哥陪他去尿尿，对。对，因为也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他不是在房间里面，他厕所等于是要走出来，走过一个走廊，然后走廊会经过客厅，是，然后客厅就一边沙发一边电视嘛，然后经过客厅以后才是厨房，旁边有一个厕所。然后我就自己去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慢，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因为又想尿尿，但又很害怕。然后我就走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然后我就觉得电视里面好像有人在笑，可是电视没有开。然后我就想说，好可怕哦！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不要看他在对我笑这样？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就是一个人的脸，然后就是对着我这样笑。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沙发上有坐人这样子投影？然后我就转过去沙发看，完全没有人。我再转回来，那个笑的人他就冲出来，要冲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往前跑去厕所还是怎么样？结果我就跑回我表哥房间，然后就发现啊，我没有裤子了。然后我就只好，就是我也不敢讲，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睡了。我就是太害怕，我就睡了，就湿的睡觉，湿的睡觉，因为你不敢讲啊，因为被表哥知道你尿裤子好像很糗。可是我隔天早上起来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也很常在那个厕所刷牙的时候，就有一次半夜他也在刷牙，刷刷刷，然后他就看到后面有一个绿色的脸，然后也在跟他做一样的动作，然后他就是有跟他妈妈讲，但是他妈妈就是我大阿姨是比较铁齿的人。回台南以后，我就开始回到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发烧以后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就是发烧，然后家人带我去看医生，然后越来就是越严重，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认得人了。就是比如说我还是可以正常的上厕所，正常的吃饭，但是我比如说我爸妈就在我对面，但我不知道他是我爸妈，然后他们跟我讲话我也不回。然后我第二天这个情形我还去学校上课，然后上课到同学跟我讲话我都不就是没办法回话，我知道我在学校，但我的眼神就是空洞。然后老师就说，老师就打电话给我爸妈，就说，因为我的眼神太空洞，然后行为举止很怪异，然后就叫我爸妈把我带回家，然后就带我去庙里面。他就是说，有一个女鬼，她就是遮住我的双眼，就是一直遮住我的双眼，在后面一直用手这样遮住我的双眼，然后可是她没有办法把它骑在你背上吗？我不知道，就是类似这样，所以导致你看不见。对，导致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见任何人。所以他是在跟你玩那个，不知道那个游戏，玩躲猫猫。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我还是没，我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我是后来听他们讲，然后他们就开始做法，然后拿那个扇子一直打我头，一直打我头。然后后来我第一个有印象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的扇子打我头，然后我在狂吐，而且我吐出来是一些绿色的东西在地上。然后他们就是解开了以后，后来我就听我妈妈说，因为我大姨不是不相信嘛，然后我还有大表哥住在三楼，然后隔壁不是有住一间一户人家，然后他们三楼的那个阳台也是住一个小孩子，然后我表哥回家的时候就看到，哎，隔壁在办丧事。然后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而且可能没有人在家，他就上自己房间这样。然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去阳台抽烟，然后抽我大表哥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看到隔壁那个小男孩，就是半夜还在他的阳台上，他就说：“哎，弟，你怎么还没睡这样子？”然后那个弟弟就转过来看着他，然后都不讲话，然后整个脸很白很白。然后我表哥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平常那么热络，今天都不讲话？然后就一直叫他，一直叫他，他就不听。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走进房间，后来。隔天起来以后，我表哥就跟我大姨讲这件事情。我大姨还说，他就问我大姨说，隔壁是老人家过世吗还是什么？结果不是，是那个小男孩已经过世了。到最后有一次，为什么他们搬走？是因为他就是有一次我大阿姨自己在睡觉的时候，然后睡他也是被鬼压床，他就觉得我怎么起不来，他就开始狂飙脏话，因为他就联想到我遇到的，我两个表哥遇到的。然后他就后来真的起来了以后，他就看到在他的床角的右前方有四个没有脚的人，也没有桌脚，然后四个军人，然后在打麻将，浮在空中打麻将。然后他就是一直叫他们说，他就是一直想骂脏话，但骂不出来，但是心里就一直在骂他们脏话。就那四个人就转过来看着他，然后都七孔流血。然后我大阿姨就吓死了，然后她就是那一天晚上，她就后来终于挣脱了，她就连夜把我两个表哥叫下楼，然后叫下来以后就把她先带回我外婆家，后来就搬离那个家。真的是一个凶宅哦，应该是整个家族集体遇鬼的，对，对，家族集体遇鬼。是，
所以那跟你的头发烫坏有关系？因为那个酒液是东西，不会打，这东西是拿扇子打，就是卷起来这个。我在这边要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引领潮流的人真的很辛苦。欢欢参与这讲鬼故事，犀利吓得花容失色。那我要开房间门的时候，回头看到我要躺在床上睡觉。嗯，你是一个起来的故事。对，所以就再也没回去过了。然后还是来录影啊，就进房间，我就觉得后面有人，他一直跟着我，就一直走走走。啊，那边有了，那边有人了。好，蔡玉芝。我超害怕，我想上厕所。我也是，刚刚你说太小了吧？那你照镜子的时候会要小心。我超怕鬼的。对，你刚刚很紧张哦。角落。很恐怖。那个角落，来来来，我们从来没有在那边录过影哦，这一次。邪门呢，我们都不敢去那边录影，知道吗？桃子在那边录影都会发烧。在大概五六年前，我跟模特还有出去拍照，然后应那个观光旅游局，然后那天当晚我们就入住了一个蛮有名的饭店，我就记得导游跟那个小姐就现场的那个柜台小姐交涉了好久，然后就说啊最后终于有房间了这样，然后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正前方那个房间，一进去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就觉得凉凉的，然后一进去的正前方就有一幅那种夏威夷，不是都有那种夏威夷女郎吗？就戴一个草帽，然后摆一个 pose 这样子，然后第一天。天呢，我们就出去工作，回来之后到了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那我就先睡，因为很累了嘛，我就先睡，我也没有多想这样子。那我另外一个那个同事，他就继续在忙他的事情，我就睡着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睡的时候，我就是右侧睡，我就这样子右侧睡，然后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就突然，其实睡着大概没多久，看有没有三分钟，我就感觉到突然有个东西靠上来。而且这是我后来一直想要知道的一件事，你走开了，就是他就靠上来，然后就是我很确定是一个比我还高大的人，而且是男生。我发现他那个地方是热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证实过。就是那个人其实比我还高大，因为他很长，因为他是整个从后面抱住我，但是身体很长啦。这不是就是什么？他除了那个地方，他其他的地方啊都是凉的，他只有那个地方是热的，然后就靠在顶在我这个地方。是导游吗？然后最奇怪的是导游吗？是当地的土著？不是。然后他靠上来之后，我就觉得，哎，是我是在做梦吗？可是没有，我就还听到这个地方，我的左耳就有声音，是有点类似那种呻吟的声音，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是在做梦吗？可是我的同时哦，我在左边，我是在左的同时，然后我的右边呢，我还听到我的同事他在拆包装纸，因为我们当天有人送我们礼物，我还听到他在拆那个包装纸的声音，我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一直挣扎，挣扎很久，最后挣扎到我很累的时候，突然我就整个人坐起来，然后坐起来之后，我同事看我说怎么了，我就说我刚被压，他说啊没事啊，那个我陪你一起睡好了。当天他就过来旁边陪我一起睡，然后就一直到早上起来。然后后来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十二楼，我们在十二楼拍照，然后在拍照的同时，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好想吃我昨天买的火山果，我就下来，我就走走走，我就进房间，然后我就隐约有感觉，我觉得有一个人。就站在很里面的那个墙角，我说不上来，我什么都没看到，可是我就觉得有人站在那，我就进去，然后我就蹲下去，然后脚都发软了，我就拿了那个火山果，就拿起来之后，然后我就转过头，就一直往门口走，我心想说我门也不要关了，我赶快走这样子，我就一直走，我就感觉他跟着我，我就觉得后面有人，他一直跟着我，就一直走走走。那边有了，那边有人了，那边有人，那边有人。你儿子怎么会有脚步声啊？那边有人。海波吗？那边有人。我觉得更恐怖的是，我一直觉得他在我后面，可是我心里在走的路上，我还在想说，到一，因为我住在三楼，我想说到一楼比较快吧。还是要到十二楼，我想说一楼有很多人，有柜台小姐，我应该下一楼才对。我就在想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电梯门就打开了，
我没有按，门都已经开了，我就按十二楼好了。我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我就觉得他一直盯着我。后来电梯门一打开，我是真的脚整个发软，我是爬着爬着爬到那个走道口，然后就很大声叫人家说：“从电快点来！”你从电梯爬出来，人家才会被你吓死。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又睡。我想说昨天是右侧，我就今天就左侧睡。就你知道吗？我一左侧睡之后，又做春梦，他又来了。后来我就好不容易挣脱到正面，他从正面来，我就知道说，那最后我想说，我人生豁达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随便的，你要怎样就怎样。我很跟脑子乱搞，你就直说，你干嘛在里面弄一个鬼故事啊？我就在正面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摸你，我就说随便你要怎样，我这辈子最怕鬼了，你不要让我看到，你要怎样随便你，我都 OK 这样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我又坐起来了。结果是我同事把我抓起来，同事终于受不了，他再继续发春。我的脸很真，这个 A 片给你看好不好？因为他一直在摸自己的身体啊。我起来之后，就是我们就当天我们两个都没有睡，一直到隔天刚好我们要换饭店，我们就换了。然后我们请导游去问一下那房间怎么回事。其实后来他有去问柜台小姐，然后柜台的人就直接跟他说，那个房间里面之前有一个老外出事。是男生，但是出什么事他们坚持不愿意说，因为那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饭店。OK， 好，讲完了，可以了吧？这应该就是一个少女白痴的故事吧？是，因为那个年纪比较容易会有冲动。最后一个喽，还 OK 了，慢慢。啊，我需要讲吗？你人在现场就够了。我们就只要是跟大家道歉。鬼故事吧，其实还是会 有吗？有是，可是我会，你随便讲一个好了。好，那我就不需要选地方了。不用不用。对，就是那时候我们拍戏，也是拍戏嘛。那个饭店很妙，那天是因为我先拍完，因为我要再飞到别的地方去嘎戏，所以我跟我助理先回饭店。那饭店一上去，分成两边，那个长廊长到你看不到尽头的感觉。有一个演我小孩的，然后呢，那个小孩就叔叔好，阿姨好，而且那个助理是我从台湾带去的，就是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跟我一样，不可能有叔叔这件事情发生。那接着我们就到了，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我要去拍戏的地方，因为到的时间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变成我自己在房间里面休息。那我助理是住另外一个房间，可是我的助理就一直来敲我的门，说他睡不好。他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拜个拜？因为刚到这个剧组嘛，剧组楼下还有那个刚拜开心完拜拜，是不是拜拜？我说不用了，我说先睡吧，因为已经七天没有睡觉了。然后我就睡，后来我就开始做梦，梦到有很多人在我的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我就说，哎，你们干嘛都在这边走来走去？都不回去休息，你们都不累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来看你拍戏啊什么之类的等等的话，然后他们就开始很凶的看着我说，不行吗？我不能看你看拍戏吗？然后我就开始害怕了，害怕之后我就想说，我要赶快醒过来，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要赶快醒过来，然后去拿圣经。就当我要开房间门的时候，我回头看到我还躺在床上睡觉，也是一个起来的故事。对，我要去开房间门，我还看到我回头看到我躺在我床上睡觉，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天哪，我怎么会这样？所以就再也没回去过了。然后还是来录影啊，你这个状态真的好吗？我就连人都没有check out，每天回家都看到那个人还在睡觉。那个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听到我助理在敲我的门的声音，我才醒过来的。那时候刚好我们在跟陈雅兰拍戏，雅兰就带我去庙里面，突然有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跑过来，穿着道服，但是她的声音是小孩子的声音，跟我说，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然后你从现在开始要念大悲咒7749天，你不要想要脱离这个什么东西，她就从空中抓了一串佛珠，空中，哎，隔空给我，她说，哇。这个佛珠是你的，你修想丢掉，你这辈子一定要念完这些咒，修完这些咒，你说他伸手从没有的地方拿出一串佛珠，而且那个佛珠看起来就是很，就像周杰伦从公众拿出烧麦一样。其实我比较喜欢烧麦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大悲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真的不明白。那后来有人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就是庙里面有很多注印的经书，对，就拿来看。我说这我怎么会念啊？天啊！雅兰说你念念看嘛，我虽然会背。自动就背出来。你现在是要飞走吗？太厉害了！可是你自己念自己，不就是会很痛吗？不会啊。不管，你知道我是观世音的弟子，我一直在修一，我你知道的吗？
你们今天的待客之道就是给我们两位贵宾听了一堆鬼故事。是，就为了这个故事搭不上飞机，值得吗？值得。一个人给我们来到台湾。祝你们心事成功啊！谢谢，下次来玩。